店员超级嗨 key 的说 ：“Hi, Hugo。”然后我想说，这个人在迪士尼上班吗？现在在美国的南加州，在我的妹妹家。然后想说，这两天我放了一些照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端倪。什么时候回荧光幕啊？目前暂时还会再休息一下，因为原本下半年就是本来的这个时候，我应该是在排戏的，就是那个《用酒干妈点》的舞台剧嘛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延到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演出。那我就因为这样子，就是有将近5-6个月的假期，所以就来我妹妹这边 long stay。度个假，也会在这边进行一些小小的计划，自己的个人计划。那我会等开始执行了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就是我也是有带我的器材装备来，可以录一些有趣的东西。因为现在也不好去外面旅行啊、旅游，所以就比较少地方景点可以跟大家分享。但是如果有其他有趣的东西，我还是要把它录下来。至于是什么东西，就是等我录完了之后才能跟大家分享。我跟啾哥也是会连线，然后继续创作我们的《Code 543》。对，然后因为今天过12点，就是台湾时间的七夕情人节，所以我就在这边跟你们共度一下情人节。到美国不用隔离，就是可以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，你可以自己量体温，看有没有身体不舒服什么的。那我是一切状况都很好，也没有时差的问题。对，我们昨天去买那个星巴克的时候，在拿那个得来速，然后我店员超级嗨 key 的说 ：“Hi, Hugo。”然后我想说，这个人是在迪士尼上班吗？就是不管在哪一个国家，我们都暂时要先好好的防疫。因为虽然就是现在大家开始打疫苗了，但是疫苗就是也只是让我们可能得到重症的几率比较低。那我们之后要学会的就是跟这个病毒和平的共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好好的保护自己。听得懂英文吗？听得懂一些，但是太难的不会。我英文就没有那么好，没有像雨杰这么好，也没有像啾哥这么好。很久没有机会讲闽南语，还真的没什么机会讲哎，就是没在拍戏以后。但是在这边偶尔会跟我妹妹讲一点点的台语，因为有一些话哈，无想要小囡仔听的时阵，我就会跳过去讲台语。啊，不过因为用迄台语开讲吼，有淡薄啊难，所以，我两个在哩哩啦啦开讲，硬要开讲安尼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跟大家直播到这里，我要先来去租本啊。美国不用实名制，对，好啦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彩西，刚才你有安怎无？啊，恁在遐吵代志哦？大家都是家己人，有话好好讲嘛，敢有需要这么生气？那可能有生了这么神的人，结果这个查某囡仔是不是和你生气了？你干嘛出手？完了没有？叫人来整理啊！总裁，你已经没生气了？是不是亏了让你生气？你坏坏哦！你到底做什么代志，让总裁这么生气啊？总裁这么疼你，你还会生气？
你安尼敢叫？彩希。我叫依依，我嘛知影你叫苦乐，因为总裁拢甲我讲。其实我今日叫你来，就是要来讲一个好消息。结果我老爸父讲咧，你都一直咧找我麻烦。其实啦，总裁，我来讲。你好，我叫罗依依，我是叶彩希的妹妹。你好，莫怪哦，莫怪我咪感觉你甲嫂啊，两个人个感觉足像的呢，原来是姊妹啊。我嘛是总裁找到我的时阵，我才知啊，原来我有一个姐姐叫叶彩希。当时啊，我就甲苦乐即马同款，起阿一个连话拢讲袂出来呢。你若是知影有这个亲手杯，欢喜都袂赴啊，那有可能看袂起你的工课。你只是会跟我同款，唔甘你。你唔甘我？我拄则有讲话咧讲。你拄则就是安尼讲的啊？你是讲好耍的哦？啊，算煞去啦。什么款的查甫人，我无看过。每一个拢会跟我讲。因足疼我，足唔甘我，足爱我，结果拢是空嘴无舌，只是想要骗我就勉强。哎，凯哥，你莫讲迄种会害我有未想的话，好无？我若是当作真的哦，你是无法度负责的。帅哥，我无法度负责。我的意思是。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会唔甘你，只是因为我感觉你过了真正足辛苦的，所以你同情我。唔是，你对我一见钟情，以为我甲彩希足成的。我，你别傻，你敢有深深爱过一个人？彩希。比别人更加不幸，所以我有一个特异功能。亲过了后，我就知影对方是不是真心的。拄则我感受到你的真心，所以你以后莫阁思念彩希，莫阁为着伊伤心。我罗伊会代替伊的彩希，弥补你对伊的痴心。